Di dalam ini, ada yang pilihan pulau mati ya.我们见面他们，然后我们给他们礼物。首先，我们感谢海涛师傅，因为这些外国朋友们的访问，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利。所以，海涛师傅今天做一个很大的菩萨的社会服务。这里有250个家庭，但是还有，但是我们选出来的这250个家庭。首先我们请海涛师父给他们讲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个佛法。首先谢谢苏比塔法师跟此地的长官的安排，那我们大家能够见面。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彼此都做过父母，做过兄弟姐妹，不但是人跟人，人跟动物之间都有彼此的这种关系。所以你对待别人好，你对待树，你对待动物好，你也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所以会有战争，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过去没有慈悲心，我们杀生吃太多肉，就会变成有战争。所以佛陀说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那如果能够帮助别人，那就是帮助自己。所以各位平常可以布施一些米给鸟吃，布施一个糖果给蚂蚁吃，那你就会很快改变命运。甚至各位要喝水的时候，都可以先做供养跟布施，水拿起来会念供养佛陀，然后呢供养完以后布施几滴水，洒在树下或是阴凉的地方，这样布施。再来要喝之前，再也可以供养师父、供养爸爸妈妈，这样观想，然后自己来喝水，那你就做了很多功德。所以佛陀说，要把所有生命都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来帮助他，那你会得到生命最大的快乐。在斯里兰卡可以看到最大的蚂蚁的房子，因为我们斯里兰卡人民了解佛法，连蚂蚁的房子都不会去破坏，那你将来生生世世有很大的房子可以住。我现在念几个佛陀可以加持我们健康发财的咒语，希望大家都健康有钱。然后各位等一下可以观想这个水好像洒在你身上，你可以健康，水又变成钱黄金洒在我们家里。那么我就把你比上说就比上你不能不能说也当那些多用呢，我的一场表上不可也当知道比上是比上是比上是什么决定说哈哦我说多你上不和我说多你上不和我说多你上不和我阿妈那里住的呀说哈我不能说啊我阿弥达还有的你说哈我到底读到底读的妈妈又不能讲了不仅咕噜说哈我没办法做到了呀，张巴拉西大呀，烘焙，欧玛尼贝美哦，好，祝大家健康发财，快乐，阿弥陀佛。我们什么的，尼罗比巴维萨图特达内勒贝瓦伊克拉帕尔特纳格纳布杜萨拉纳。这个一包里边有2000块卢比的东西，那边有大米、香料等等。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外国海涛师傅和其他的所有的外国朋友们，军官和这里的居民都感谢你们。你身在天堂，给别人一份爱，你同时被关爱，给别人一希望。点滴关怀都是消融冰霜的小小火种，微微善行都是吹散燥热的和风，卷滴细雨都是让苗架茁壮的甘露，慈悲无限，爱洒人间。愿佛法的慈悲仁爱呼唤更多的世界和平，人间和谐。愿我
是风行善法，愿我生生世世光心利他，愿我生生世世像佛陀一样无处不在的酒吧，遍满虚空的度化，在斯里兰卡慈悲行中，师父特别来到吉里诺奇村关怀和护身，当地军官和居民们热烈迎接师父的到来。在海涛法师的号召下，来自十方的善念护持，在此救护200头牛，并在不得伤害牛只的前提下，将牛交予村民照顾。首先，谢谢苏比达大法师，还有我们将军长官为我们安排一个这么好的聚会。不管我们信仰什么宗教，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爱心慈悲才是最好的宗教。所以我们人爱各种的人，我们人也去爱动物，这个就是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信仰过基督教，现在我做一个佛教徒。为什么？因为动物也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心中的佛陀，这个观念很重要。我的母亲从小就跟我说，我们都是喝牛的奶长大的，所以牛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吃米饭，牛帮我们耕田，我们才有米，所以我们要感谢牛。特别在这个地区，听说老百姓都信印度教，印度教把牛当作神，太好了，因为我们把牛当作父母，当作佛陀。我是一个素食没有吃肉的人，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每一个动物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也不会吃它，还要救它的命。所以今天就像我们拜托各位照顾我们的妈妈一样的心情，要感谢各位照顾我们的妈妈爸爸一样。这个世界我们不怕灾难，不怕战争，就怕我们人类失去了慈悲心，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将军军人，希望这个世界将来有保护动物的军人，保护爱心的军人，不是打仗的，是要保护对方的。那我想我们成为一个宗教徒，就是保护生命保护动物的军人一样。所以真正的敌人不在外面，我们的贪心我们的生气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能够消灭你内在的敌人，不要有欲望，不要生气，你就可以展现慈悲爱心去保护所有生命。最后愿大家懂得爱护自己，保护自己，进一步保护别人，保护其他生命。谢谢。所以牛在这边，可爱的小朋友在这边，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 Om Mani Padme Hum。 当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代表心中有这种和平的爱心，爱所有的生命，心里不会生气。当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佛陀就在你的心，上帝就在你的心，神就在你的心，所以你充满了爱，所以地狱鬼道都可以离开痛苦。当我们念的时候，整个斯里兰卡充满爱，充满和平，世界没有战争，没有生病，没有痛苦。 Om Mani Padme Hum。当你念的时候，你要看到你的妈妈，用这样的心来看到所有的牛，所有的人变妈妈。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现在这些人要念诺言，说他们永远会保护这些牛。